提到飞行表，我们的脑海常会浮现一些复刻自历史名作的系列。但如果你不想要走复古路线，那么浪琴表全新的 Spirit 先行者系列就是一款很有现代感的飞行表，而且价格实惠，是一款无论你是不是飞行表迷都会喜欢的日常用表。 Spirit 先行者系列是以30年代多位航空先驱的冒险事迹为灵感，他们曾经佩戴浪琴表完成各种壮举，象征开创的先锋者精神。基于这样的背景，表款在设计上运用了很多飞行表的经典元素，像是夜光指针与阿拉伯数字时标，面盘上的粗体数字，方便操作的大型表冠等等。时标的设计除了大型夜光数字外，靠近分钟刻度圈的地方还有菱形的夜光时标，两者交界的部分则形成一个高低层次。另一方面，表款轮廓的打磨线条则更为现代，亮面与雾面的交错丰富立体，面盘备有哑光黑、磨砂雾银与蓝色太阳纹三种质地。表款搭载西游斯自动上链机芯，经过 COSC 瑞士天文台认证，并提供五年保固，对应到面盘镶嵌的五枚星星，象征浪琴表最高等级的精准品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Spirit 先行者系列计时码表除了基本的计时按把以及表冠，更在十点钟位置配置日期的快调钮。一般来说，调校日期都需要拉出多段式表冠才能调整，不过增加了这枚快调钮就方便多了，而且快调还具备防止误触的安全装置，必须旋开解锁才能按压快调日期，操作结束后再旋回原来锁定的位置。 Spirit 先行者系列目前有大三针日期与计时码表两种功能，大三针日期有40与42毫米两种尺寸，计时码表则是42毫米。大三针日期另外还发表了一款 Prestige 版本，附有特制表盒以及三条可互换的快拆表带，给的配件一次到位，真的是非常有诚意。